白灵回到了于田镇，进入宪政府工作了。难道他现在也成汉奸了？莫怀疑，他们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军统特务。你怎么知道？今天日本人说有军统的叛徒来于田镇指认军统卧底，我来不及通知你们，就让火娃刺杀了他。小满，我党的主张是统一战线，共同抗日。现在国共合作，你尽可能的帮助他们。我知道。小满。 白灵和你的过往我都知道，但是你现在肩负着我党的使命，千万不要因为个人情感影响抗日。你们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小满，你上次说日本人关押的那批爱国人士的名单呢？我也奇怪，我拍了照，可是相机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不见了。 和田社有个行动，你们去召集所有人，马上出发。是。 是要和我们合作的，军董张先生。那火车站那个人？那只是个替死鬼。少佐，这次是什么情况？我们现在去朱进岛的家。哦，大嘴，狡猾的和田瞒天过海，让田小满措手不及，情况突变，怎么办？田小满也只能见机行事。 朱县长，太太，这个菜已经热齐了。好，帮我们拿瓶酒吧。哎，好。我们自己来吧。哦、你去吧。那我下去了。金涛，怎么今天想起喝酒了？咱们今天啊，也算是有惊无险，不应该喝一杯庆祝一下吗？
陆县长，我们和田少佐要见你，请开门。 陆县长，我们和田少佐要见你，请开门。你们这次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，所用的身份全部是假身份，没有姓名，只有代号，都明确吗？金堂，怎么了？杜哲没有死。 我们已经暴露了，副县长，太太，外面来了好多人在敲门，要不要开门啊？没事的，去开门吧。哦，好的。 朱副县长，别动。 你们都别过来，要不然我一枪打死他！你们跑不了，别做无谓的抵抗，我们可以好好谈。我可以给你们谈，你给我进来，少佐，进来。 我知道，我今天不能活着离开这儿，大不了大家同归于尽。都别动！站住，别动了！少佐，我已经尽力了，给他很优厚的条件，但是他不答应。我给你最后的机会。 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，少废话！你说什么都没用，我不会背叛我的国家的。你们都别过来，否则我就打死他。现在给我一辆车，给我一辆车，我要走，听见没有？我就是给你车，你能逃到哪去？还是和我们合作？我很尊重人家。你说的对。从我踏上军统这条路的第一天，我就知道。 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！你们这帮狗屁玩意儿，把门给我打开！可来了！队长，我想死你了！怎么办？放出来了？那回找着了？啊？不知道啊！不知道啊！先不管了，出去再说，出去再说。快快快，出来！哎，等等等等等等。
唐天明啊，小姨我出去了，你就跟这儿慢慢耗着吧。呸！牲口，走。呸！赶紧喝，手上，智商，哎呀，晚上咱吃点啥呀？带梳子没有？少佐真是神机妙算，早就算准了有人要杀人灭口，所以才设计这一个瞒天过海之局啊！我的计划是成功了，可是朱锦涛死了，白白浪费了他。他身上很有可能还有更多有用的情报。少佐，用不着为这个可惜。朱锦涛是死了，但白灵还活着呢。朱锦涛是军统，白灵应该也是军统。少佐可以把这个任务交给我，我保证从白灵身上挖出咱们有用的情报。少佐，我不赞成钱队长的看法。朱锦涛死前还曾经挟持过白灵作为人质，显然白灵对于朱锦涛的真实身份并不知情，他应该不会是军统的人，说不定白灵还是被军统利用掩人耳目的棋子。可能吗？两个人睡在同一张床上，丈夫是军统，妻子不知道，谁信呢？少佐，白灵从小就在于田镇长大，她是白家的大小姐，什么都不懂，怎么会是特务？你别忘了，白灵失踪了一年多呢，这么长的时间之内，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。好了，不要再做无谓的争辩。我只相信事实，而这个事实一定要从白灵的嘴里说出来。审讯白灵的工作就交给你们两个去做，我一定要知道白灵的真实身份。如果他是军统的话，那所有的情况都要毫无保留地让他给我吐出来。是。田队长，我想了想，审问白灵的事还是交由你一个人去办吧。你让我单独审问白灵？你也知道我跟白灵的过去，虽然现在她已经嫁人了，但是现在让我对她用刑，我还是下不去手。毕竟我不是畜生，再说了，我也不想徇私，为了避嫌，这件事还是交给你去办最合适。那你就不怕我对她刑讯逼供上手段？你爱怎么审问是你的事，反正和田只要结果。哎，对了，钱一飞，好像你以前也跟白灵拜过堂吧？啊，对呀，怎么了？哎，你说谁是畜生啊？老七，向来，水生，小满，什么事这么着急？白灵和朱锦涛的身份暴露了。那他们现在人呢？朱锦涛自杀了，白灵被捕了。什么？我没想到敌人会这么狡猾，这都是我的错。小满，你刚开始敌后工作，不要自责，是敌人太狡猾了。不管怎么说，白灵是抗日的，我们要想办法营救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军统叛徒只认识朱锦涛，现在日本人只是怀疑白灵，但是还没有证据。我还有一件事要向组织汇报。朱先生，你已经暴露了，大不了大家同归于尽。别激动，还有一个办法，你先放了白灵，你可以挟持我。和田现在还算看重我，他不一定会让我死。你可以拿我去跟他交换，让他给你一辆车，也许还有机会逃出来。锦涛，这下你总该相信了吧？我说过，小满他不会是汉奸的。田县长。
谢谢你能够进来，也谢谢你为我们着想。我已经彻底暴露了，对一个卧底来说，这就意味着死亡。我知道你跟白灵的过往，所以今天我把白灵交付给你，希望你好好保护她。我能不能用我和白灵的过去来迷惑敌人，救白灵？嗯，小满，只要是抗日，我们共产党就要营救。嗯，老七，我明白了。 队长，马上跟我走，去哪儿？就白灵，走。白灵，你不是很风光吗？嫁了个副县长，就谁都得罪不起了。哼，居然让我们钱队长在大庭广众之下跟你道歉，怎么样？ 没想到吧？你丈夫朱进涛就是个特务。你说这里谁最好？也就我们前队长田华，坦白从宽，抗日重重严。朱进涛是军统的人，我毫不知情。我他妈就知道你会嘴硬。 劝你不要在这跟我狡辩了，好吧？你跟朱锦涛同吃同住同进同出，你会不知道他是个军统特务？啊？只能证明你也是个军统特务。你胡说！我也是喜欢你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。你既然进到这里边来。 你要是不交代出个子丑寅卯了，你就别想出去。所以我奉劝你，别给我找麻烦，也别给你自己找罪受。说吧。钱一飞，当年是你开枪把我打下悬崖的，朱锦涛救了我，后来他对我很好，我就嫁给他了。我们俩结婚才一年多，他是什么人我根本就不知道。 我只知道南京政府派他来做副县长，我就跟着来。后来我们一起在县政府做事，谁知道他有什么身份？谁知道他是什么军统的特务？你以为这么说我就能信吗？信不信由。到主卧房去看一下。是是。你们俩也去。是，队长。是。昨天很多人都看见，朱锦涛他根本就不顾什么夫妻情分，他也把我当人质的。 挟持你，只是为了掩人耳目，让你脱身。二叔，我来的真可的，他是不知道我们的厉害。上，住手！怎么样？什么都找不到。 小满的目光落在床头柜时，他相信他设计的这一营救白灵的计划肯定会成功。有了，走。白灵，我们已经没有时间陪你耗下去，我们的耐心。
你是要钱的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没什么好交代的。看来不跟你动点真格的，你还以为我在跟你玩过家家呢，是吧？大炮，啊，出去！是。 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要跟我复仇啊！白莲儿，以前在于田镇，我、唐天明、田小满，我们三个要死要活的想娶你，可是最后谁都没得手，反倒便宜了那个姓朱的。 你干什么，田小满？是你让我单独审问白灵的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已经找到证据，证明白灵的清白，你不用再审了。少佐，我已经找到证据，证明白灵是无辜的。这封信是从朱锦涛家里搜出来的。 什么信？是朱锦涛写的信，里面说得很清楚，他向上级报告，他蝎子的身份已经被怀疑了，他请求撤离现场，同时也请求要杀了白灵。朱锦涛自个儿跑就跑了吧，他干嘛要杀白灵啊？因为他一旦跑了，他军统的身份就会暴露给白灵，他是想保护自己的身份。和田少佐，这封信已经证明白灵根本就不是军统，他跟朱锦涛不是一伙的。 田队长也很关心白灵，亲自去他们家搜索，替他找证据。我记得，贤副队长说过，你和白灵曾经是恋人，你该不会对他余情未了吧？我是侦缉队队长，搜查朱锦涛的家是公事公办。何田少佐，我认为审问白灵并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答案，只有找到证据，才能知道真相。 因为人可以说谎，但是证据不会说谎。证据也可以伪造。 周县长，这是朱锦涛的相机。我也奇怪，我拍了照，可是相机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面不见了。去把里边的照片洗出来。是。队长，怎么样了？ 其实我早就想到，他是不会轻易相信的。那现在还有什么办法？厉害，赶紧再去帮我办件事。什么事？谢谢。
先生，你来买书的吗？我不是来买书的，我来带情报。白莲儿，你别想着田小满能够来救你，他找的那个什么狗屁证据，人家和田少佐连看都不看就给撕了。所以我劝你啊，还是听我的，把你的军童的身份交代出来，然后写一个悔过书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豁出命去到和田少佐那儿跟你求情，然后你嫁给我，跟我回家，给我当老婆，我不会在乎你嫁过人的，啊。钱一飞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死都不会嫁给你。你是给脸不要脸？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是说不说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钱一飞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想屈打成招吗？田小满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，你都答应让我单独审了，你这几次三番的，你想干什么呀？我现在改变主意了，我要亲自审问白灵。你要是有什么不满，你大可去找和田去说。你问问我这个队长有没有命令你这个副队长的权利，有没有审问人的权利？有，有有有，你太有了，来吧，你审吧，啊，我来旁听，什么？我看你用什么招。白灵，我不想对你用刑，你最好坦白交代，你到底是不是军统。还有，你跟朱锦涛来到县城有什么目的？我不是什么军统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田小满，你要相信我。其实我也愿意相信你对朱锦涛的事情是毫不知情的，因为我们在你的家里搜出了一封他写给上级的信件。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份，他向上级申请杀戮。没想到他这么无情，我真是看走了眼。哎，停！啊，你们这儿干嘛呢？演文明戏呢吧？这一唱一和的，不是田小满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这是审问吗？你这不帮他的吗？钱一飞，不要再干扰我的审问，不然就给我滚出去。行，你接着审啊，审。既然你说你不是军统的人，那你就应该跟我合作。我要知道朱锦涛是怎么跟军统的人联系，他们的联络点在哪。可我根本就不是军统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好好想一想，他常去什么地方，常跟什么人见面。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小满，你别再逼我了。要想洗清嫌疑，就要配合。好好想想，朱锦涛有什么爱好，他常去什么地方。他喜欢字画，隔三差五的都要买些回来，到回家之后又不怎么看。我想，他可能经常去字画店吧。那他常去哪家字画店？我只陪他去过一次，好像在……淮阳路上，应该叫淮阳字画店。田一飞，啊。马上跟我走。
有必要去吗？少废话，你就演啊，演，快点来。请进。袁秘书有事吗？周院长，照片洗出来了。接和田少佐。喂，和田少佐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您当面商量。好的，我这就过去。少佐，您看，现在已经证实了。朱锦涛就是内鬼，我们搜查他的办公室，搜出了一部相机，把相机里的胶卷啊给冲洗出来了，结果照片洗出来就是那批犯人的名单。你说的是要送到满洲那批犯人？哎，正是，这些都是平常的犯人，朱锦涛拍这个名单是什么目的呀？这份名单你有没有仔细检查过？有什么特殊的人吗？我们之前都仔细查过了，这28个人有16个是一群闹事的学生，其他的都是一些平常犯人，小偷小盗的，惹事被抓起来的。会不会有漏网之鱼？把门打开。是。你说，上。把电台带走。是。和田少佐，侦缉队根据白灵提供的线索，捣毁了军统的一个联络站，这次应该足够证明，白灵不可能是军统。我审问他的时候，也查不出蛛丝马迹，他好像对朱建涛的事情也真的一无所知。这次虽然捣毁的是一个人去楼空的联络站，但是白灵是军统的嫌疑。确实大大降低了。那少佐，是不是先可以把白灵放出来？和田少佐，现在还不能放了白灵。钱一飞，能不能放白灵，应该由少佐自己判断。你出什么主意？少佐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，想单独和您说。田队长，你先出去一下。是。虽然现在没有证据证明白灵有罪，但是我觉得他的嫌疑性还是很大的。可田队长已经几次拿出证据要替白灵洗脱罪名。少佐，我呢有一个办法，既能够监视白灵，还能让田小曼死心。说。如果说我能把白灵带回家去啊，我天天可以看着他，只要他是狐狸，早晚会露出尾巴的。钱一飞，哎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哎，少佐，您可能不知道啊，当时在于田镇的时候啊，这白灵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这于田镇的男人
个个都想把他娶过门。哎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我效忠皇军，而且他也嫁人了。我想把他带回去，只是为了方便监视，免得放虎归山。千一飞，你的意思，你想娶白离？没想到少佐也看出来了。我知道了，你要好好为皇军效力。你回去吧。是，明白了。谢少佐，谢少佐。队长要见你。钱队长，走吧。请吧。听说您有事儿找我，钱一飞，你跟和田到底说了什么？我跟少佐说什么，用不着再跟你汇报一遍吧。啊！哎，干什么？你把放开！我是副队长，你给我走开！你要造反吗？管你什么副队长！要么你让他给我放开！钱一飞，如果你不说出你在和田面前到底出了什么诡计，我可以走出这个房间。待会儿发生的事情，我全都看不到。你就吹吧你！我不信你敢动手。怎么着？啊，来呀，来呀！哎，哎，田小满，别动手，别动手！田小满，你回来！我说行了吧？你让他把我放开！我说行了吧？反正这事儿。你早晚也会知道。刚才和田少佐答应我，把白灵许给我，因为他不相信白灵的身份，所以让我娶回去，正好方便监视他。钱一飞，让他走。到时候请你喝喜酒啊。你俩先出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会儿。田小满决定利用他跟白灵的过往迷惑日本人，营救白灵。进来。和田少佐，我有一件事情要请求你。什么事？我知道钱一飞向您提出要求，要娶白灵，我不同意他娶白灵。你不同意？我跟白灵从小青梅竹马，本来我们就是要成亲的，后来不得已分散，但是我对他的感情从来没有减少过半分。现在既然朱锦涛已经死了，白灵也洗清了军统的嫌疑，我想娶她为妻。希望和田少佐可以成全我们。田队长，我听明白你的意思。既然是你和钱副队长都想娶白灵的话，这件事我就要重新考虑了。和田少佐，我可以为皇军做任何事情，但是我不能容忍钱一飞娶走白灵。可这件事是钱副队长向我先提出来的，而且我已经答应他了。和田少佐，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有转机的。好了，许白灵的事先放一放，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交给你们侦缉队去做。什么事？周县长在搜查朱进涛办公室的时候找到了一份名单，是一份我们本来要送到东北的犯人的名单。我不知道朱进涛为什么保留这份名单，希望你能够一一排查，
从中找到漏网之鱼。涛，我一定会仔细调查清楚的。田队长，请放心，这件事情完了以后，我一定会论功行赏的。明白。是不是说白灵的事儿了？啊，我就知道你背后给我使小招，有意思吗？钱一飞，我的事情用不着你管。现在少佐有事情交给我们，先办事。什么事儿？去牢房。去牢？你先跟我说少佐跟你说什么这些人犯，我都要一个一个审问。没问题，放心吧，田队长，我来安排。小满，是小满吗？